家肚子饿了吗？那我们赤马哥为我们在嘉义选了一间超级好吃的餐厅，叫阴冰餐厅。那希望大家能用餐愉快哦。那我们好好的来观赏下面的影片。喂，你到了，什么代志？安怎看我未爽是不是？我让大家留言，我不想我有。还有痛，还有走，还有我。